主料：飞饼两张，牛奶100克，白糖15克，蛋黄2个，炼乳1勺，低筋面粉5克。辅料：木瓜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案板上撒少许薄面，将两张飞饼重叠放案上，待飞饼稍微软化，稍微擀开成方形，卷成长卷，分成12等份。把牛奶和炼乳放碗中，加入细砂糖，入微波炉中，高火30秒，取出，放凉，加入地粉和两个蛋黄搅匀，将两个剂子重叠在一起，按扁，擀成中间薄，周围厚的圆皮，放塔模中整形，使塔皮的边缘略高于塔模，把蛋挞液倒入蛋挞皮里，八分满，放入木瓜块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中下层200度，18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请根据自家烤箱调整烤制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